我是小新。今天我来到的地方呢，是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界母溪。这里林木葱郁，气候凉爽，是远近闻名的溯溪郊游胜地，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森林氧吧。接下来，让我带大家一起来一场漫游山水之旅吧。位于沅陵县北部的界母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素有湖南九寨沟之称，是中国罕见的沟谷原始次生林。界母溪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造就了秀美的自然风光，是一处集徒步、溯溪、攀岩、观光、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户外天堂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也使其成为了湖南省天然标本最集中、最齐全的动植物园。2016年12月，湖南界母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批准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，2017年12月入选第三批中国森林氧吧。2023年7月，随着界母溪森林水世界的开业，森林氧吧里又多了一个游乐的好去处。水世界里冲浪艇、彩虹滑道、瀑布泳池等多个项目一同启动，为静谧的界母溪增添了一份速度与激情。湖南沅陵聚焦水资源，做活水生态、水文化、水经济，打造生态文旅融合产业链，让山村摇身变为休闲胜地，使当地文旅焕发出勃勃生机。